好热，好想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。那我来给你做一个青草藕粉。蓝蓝小宝贝最爱吃青草口味的美食了，小雨姑姑好棒，快来摇春摆摊啊！芜湖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我赶紧研究些新口味，去阳春摆摊。新鲜的青草放烤箱烘干，再和藕粉混合，一定巴错。Later。哎，这怎么烤焦了？没关系，还好我带了蔓延阳春长的智慧草过来，磨出来的茶粉一定像我一样聪明。把茶粉和藕粉混合，凉水化开，再用沸水把它搅拌搅拌，里面放上糯糯叽叽的黑芝麻汤圆和葵花点缀，咕噜咕噜，牛奶泡藕粉。哇，做出来的像鲜奶麻薯，放进红糖水里 ，QQ 弹弹小芋圆，太适合女孩子啦！马上教师节啦，准备一款养生又好吃的酒酿原子藕粉给村长和他的朋友吧。等不及了，倒进我的大铁盒里。懒羊羊已经把羊村的路线发给我了，特地嘱咐小雨姑姑，你一定要避开狼堡。希望羊村的村民都能吃上。出发去羊村喽！帕迪，亚米。